曾一家，今天是爸爸语录的第一课。今天第一课呢，爸爸要跟你讲一个寓言故事。曾一家有看到这里吗？这里有三只乌龟，我先跟你介绍一下。第一只叫做柏流龟，它是一个大哥，它长得最大。第二只是一只日本龟，第三只是小只的夏威夷龟。这三只乌龟呢，今天会告诉你一个故事。话说呢，有一天柏流龟呢，他就去市场买菜。他就看到了一只鸡，他就把这只鸡买回家。这只鸡很厉害哦，它是一只母鸡，它每天会下一颗这个样子的鸡蛋。那柏流龟呢，它本身很爱交朋友，然后对朋友又很大方。他心里想说，反正我这只鸡每天都会下一颗蛋，那我就把这颗蛋送给我的好朋友日本龟。所以日本龟每天就会从柏流龟这边拿到一颗鸡蛋，就是这一颗。时间久了，久而久之，柏流龟也习惯把这颗蛋给日本龟。可是柏流龟有一天呢，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这个新朋友就是夏威夷龟。那柏流龟心里想说，哎呀，我的鸡每天都会生一颗蛋，那我也给日本龟那么久了，那今天我把蛋给夏威夷龟，就当欢迎他认识这个新朋友。所以柏流龟呢，就把这颗蛋给了夏威夷龟。这时候日本龟就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日本龟觉得，为什么柏流龟可以把它的蛋给夏威夷龟？可是一家，你看这颗蛋原本就是谁的？原本就是柏流龟的嘛，所以他要给谁是谁决定的？他可以自己决定的啊，他可以给日本龟，也可以给夏威夷龟，甚至他可以两个都不给，留在自己身上没错吧？可是日本龟却因为柏流龟把这个蛋给了夏威夷龟而生气。这故事讲完了，一家，那你知道爸爸告诉你什么吗？爸爸告诉你的是，其实我们人一定要学会感恩，有很多东西不见得是人家一定要给你的，譬如说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，我们会给你很多的爱，给你很多的支持，给你很多的鼓励，可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一定要给你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人生学会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感恩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东西原本就不是应该的。除了感恩以外，你要学会不计较。如果你每天都在计较，为什么这里这个人少给你一点，那个人多给你一点，你会活得不开心。所以一家，计较是贫穷的开始。所以爸爸希望你在第一课里面学会的是感恩跟不计较。大家记住，爸爸妈妈有多爱你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一课上完喽，拜拜。
strike a pose， 人擦的，人擦的 ，make。